游览车顶端，行李还搁伫咱游览车顶端。麻烦伫咱的工作人员先去咱的游览车顶端吼，摕恁的行李哦吼。麻烦咱的工作人员去游览车顶端摕恁的行李，谢谢你。谢谢。来，咱们舞台上呢，这部一开，演的咱姑娘老的歌声，继续甲大家做一个陪伴。OK， 好，那么继续买我是谁？谢谢。OK， 最领星。安排轻快，咱这国语歌曲，我是谁？